个车上面的感觉很酷，有点俯瞰世界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经过的人群大家都会就是看你一下，就注意你，就是蛮引人注目的。对，然后好像真的有人误以为前姐要选举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蛮酷的一个体验。今天晚上有表演可以来看，在真善美剧院八楼6点的时候集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夏绿版女孩，我在红队，今天晚上在这，蓝队在这，真善美剧院有表演，希望大家现场支持我们。今天晚上有表演，记得来啊！有表演，欢迎大家支持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炸裂吧女孩，我是陆建峰。我今天哩，请假的时阵有一个表演，伫个真善美剧院，恁若是有闲，恁会使来看。阮是大个查甫囡仔。这个公益啊！好，我们是炸裂吧女孩，我是浅姐钱维娟，欢迎，谢谢你们支持。爱讲台语啦，台湾囡仔爱讲台语啦。七点会使来看表演哦，伫咧真善美剧院，有闲的朋友拢会使来哦。6点半，赞呢。西门町捷运站6号出口，晚点见哦。用台语讲了很不轮转的台语，讲完之后，北北直接说：“你还是讲国语好了啦。”我想说。哦，对哦，为什么要硬要讲台语啊？搞不好他们听完台语就不想来了。他怎么那么直接啊？也不鼓励我一下，我都鼓起勇气用破台语跟他讲话了。